但说实话啊，我也觉得我老婆很漂亮，我也觉得很幸福啊。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、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、シェア、お願いします。好了呀，我是刘坤，又到了我们家的每日一餐时间啊。我是刘坤。看我老婆在做着炒饭。配蛋炒饭，最简单简单最难难。配蛋炒饭，最简单也最困难。配蛋炒饭。最简单最困难，还有蛋炒饭，好了，开饭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了，我们的饭做好了，今天全部是我老婆做的啊。え、これは何？ただ単のあの手羽先？うん。あのコーラ手羽先じゃない？コーラ。コーラ？うん。可乐鸡翅。虾仁炒那个西兰花，还有煎个包子，还有人家必备的黄瓜，还有个炒饭。炒饭看着很不错。じゃあブロッコリー食べようか。なんでなの？ブロッコリー大好きやったけどな、ちっちゃい時。うん、ブロッコリー茹でてマヨネーズつけて食べる。うん、超美味しい。あ、食べる？食べる？これ食べたいけど。どれ？これ。エビ？哎，珍惜，你一直都不喜欢吃虾仁，怎么突然间喜欢吃虾了？每次给你虾吃，你就不喜欢。我给我姉ちゃん使ってるやつがいいんだよ。娘要抢杯子了。なんでかわかるけどな。啊，棒棒棒，不能咬人。キュウちゃんのこと好きやで、キュウちゃんの使っとる。座って。あー、怖っ。揍你啦。あー、もう怖い怖い。うん、怖い。あ、姉ちゃん、ありがとうわ、お姉ちゃん。あ、飲んでくれるんだって。今天跟大家聊个事儿，就是有很多人就是看我的视频说，哎呀，非常羡慕你啊，你有这么好、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很幸福啊，怎么样？但说实话啊，我也觉得我老婆很漂亮，我也觉得很幸福，这是我唯一点不能谦虚的地方。在我眼中，我老婆就是最漂亮的，这个是不容反驳啊。但是我觉得怎么说，嗯。自己的老婆很漂亮，自己的老婆，我感觉人生，我感觉我的最好一点在哪吧？我在身无分文的时候认识我老婆，我觉得我老婆特别漂亮，所以一见钟情，然后追到手之后，然后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才嫁给了我，现在还是身无分文啊。然后呢，我幸福的在于是。我爱着我老婆，我老婆也爱着我，我感觉这样才叫夫妻，两个人相互扶持，家和万事兴吧，相互扶持，相互就是爱护对方，这样的话就是家庭生活才会好，这样的话家庭才会美满，然后我才有赶紧去搬砖挣钱嘛，对不对？聊到这儿，还有很多网友，就是以前我聊过很多次啊，就是那个关于那个日本要不要彩礼啊之类的这事儿，刚开始关注我的朋友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今天再聊一次关于彩礼的事儿。日本有没有彩礼这一说？有彩礼这一说。日本的所有很多文化是从中国传过来的，所以咱们中国以前有的文化，日本几乎都有，他们也有彩礼这一说。但是就是明治维新之后吧，还有就是，日本发展越来越好了，经济好之后吧。有很多地方就是虽然有彩礼这个名字，但很多地方不要彩礼，有可能是我知道太少，反正是我认识的朋友日本人，他们结婚都没有彩礼这一说，所以我结婚，我老婆结婚当然也是没有彩礼的，因为我刚开始说了，我在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老婆嫁给了我，所以我不可能有钱付得起彩礼，所以说怎么说，彩礼不贵，也没有说一定要有房一定要有车，也没有彩礼。如果是有房的话，我们现在不会住在这么紧凑吧，对吧？这么小的地方，所以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情吧，国情不一样造成的一些就是情况不同而已。具体哪个地方幸福，在哪个地方生活幸福，去哪国人幸福，我感觉这个也是因人而异，也并不是所有日本女都是好的温柔体贴，
善解人意，也并不是这样，也是因人而异，看的你适合你的人才是最好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的，只有适合你的人才是最好的。这是我的一个愚见吧，不知道说这么多让大家有点见笑的感觉啊。在结束之前教大家一个单词，炒饭。炒饭的日文发音很简单，炒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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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炒饭我好像教过了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喜欢视频点下关注，记得点赞评论转发和收藏。对了，今天本来是想喝点酒呢，但是因为我打疫苗第二针，所以医生说不要，今天不要喝酒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喝了，我忍一忍。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 OK 了，この動画がもし好きだと思ったらいいね、コメントをお願いします。